我覺得廣東話真係好難學。如果佢哋講普通話，我真係覺得廣東話會死啊！真係唔醒啊！大家好，我叫 Grace， 我係愛爾蘭人，但係我而家住喺倫敦。我學咗廣東話四年。Grace 而家读紧高中，2016年开始自己上网学广东话，一年前仲开咗一个 YouTube channel， 经常用广东话拍片。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观众欣赏广东话。今日我一于来到伦敦唐人街访问一下这位年纪轻轻的广东话大师，到底 Grace 觉得广东话有几难学呢？广东话真的很难学。我开始学广东话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跟我的朋友的家人聊天。如果你没有一个老师和你自己学广东话，真的很难找资源啊。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资源是电视剧啊，同埋同人倾偈啊。Grace 在英国并没有香港朋友，一些香港的电视剧、广东歌就成为 Grace 学习广东话词汇的主要渠道。我最喜欢的电视剧叫《Encore 36小时》啊。一见头是一个 neurosurgeon， 不知道怎么说 neurosurgeon， 一个女人她很喜欢她，但是一见头不喜欢她，所以所以有爱情啊，所以我觉得很好看啊。《司徒行者》是关于警察和卧底啊。我最喜欢的歌手是Eason Chan， 我很喜欢K 歌之王。如从未听过誓言如幸福摩天轮，再令我因你Grace 有了广东话基础之后，再继续钻研很多广东话的学问，有些方面可能连香港人都很少去深究。其实我不喜欢说广东话有九声，我喜欢说六声，因为我觉得如果声是声调的意思，广东话只有六个，其他三个是尾音。如果有人他们想学广东话，跟着他们听哦，广东话有九声，他们可能会觉得哦，广东话太难了。广东话有粤拼，粤拼是用英文的字母啊。我有呢本，呢本是我第一个 notebook 啊，你可以看下。今晚我去酒吧，饮酒，或者听晚得唔得闲咁样？睇下我用粤拼啊。广东话有好多 slang， is it like hair？ like 今日哦，好 hair 系咪？好 hair， 好 hair， 好 hair， 系啊。is it like？就是 chill like relax kind of 因为广东话有好多 like at the end of sentence like 啊瓜加咁样，所以 here I learned 瓜系咩意思？瓜 is like maybe right。其实我觉得呢啲系广东话最难嘅方面啦。千禧后嘅 Grace 就选择用 YouTube 推广广东话，短短一年已经制作咗50几条片。虽然兼顾住学业同剪片实在好忙，但佢凭住一个最简单嘅原因坚持落去。因为我觉得拍 YouTube 好好玩啊，同埋学语言好好玩啊。拍 YouTube 你会有好多机会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系我 Grace， 欢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今日咧，我喺伦敦唐人街，每个星期六。会拍几条片啦，跟住我会 edit 好多时间，因为我要放啲字幕啊，同埋系啊，所以好多时间，但系唔紧要啊。除咗好玩 ，Grace 仲喺 YouTube 收到好多香港人留言支持。佢哋会话：哦 ，Grace， 我真系好开心你学广东话，因为大部分嘅人会学普通话，同埋我觉得好感动你学我嘅母语啊！我觉得 YouTube
俾信心啊，因為可能之前我覺得我嘅廣東話唔係咁好，但係而家好多人會俾我聽，哦 Grace， 我覺得你真係好犀利啊，所以而家我有好多信心啊，同埋而家我可以同你哋講傾偈啊。好多香港人會話佢哋覺得好感動啊，所以啊，我真係會覺得好開心啊！我想喊啊，真係好開心，同埋好想改善我嘅廣東話，好想講到流利、好流利嘅廣東話。今日 Grace 仲帶咗媽媽嚟倫敦唐人街，介紹俾媽媽聽咩係點心，咩係飲茶。今次係佢第一次嚟 Chinatown。喺英國，廣東話始終唔係主要科目。媽媽有冇擔心過女女學廣東話會影響學業呢？At first, I thought it would affect her studies, but it doesn't. She actually did very well in her GCSE. She got 11 A stars. So despite learning these languages, self-taught. So I'm not worried. She's a great girl and I'm really happy. A star 是英國 GCSE 的最高等級，學生一般只會考8至9科。Grace 考到11科 A star， 成績非常優異。她對未來又有冇咩計劃呢？I knew that I don't want to be a doctor. I know I don't want to be a doctor or a lawyer. 可能將來我會做一個 YouTuber， 但係我唔知道。對於女女想做 YouTuber，Grace 嘅媽媽又點睇呢？ Well, if she comes out to say I want to be a YouTuber, and that's what she loves doing, that's fine. I'll support her 100%. It doesn't have to be a doctor or a lawyer, or as long as she's happy doing what she wants to do. Grace 知道好多香港朋友準備移民嚟英國。佢都好期待認識大家。我好想認識多啲香港人啊，同我做朋友啊。我哋可以講廣東話同埋英文啦、啊。Grace 仲好關注廣東話越嚟越少人講嘅情況，佢都好擔心廣東話有一日會消失。我覺得好傷心啊，因為我覺得廣東話係一個好靚嘅語言啊。我聽過喺中國大陸喺廣東有人佢哋唔識講廣東話，同埋好多小朋友會喺學校講普通話，跟住佢哋會翻屋企唔會想講廣東話，所以我覺得真係好可惜啊！同埋我真係好想多啲人學廣東話，因為我唔想廣東話死。我希望多啲後生人會開始學廣東話同埋。爱广东话。相处咗一日 ，Grace 觉得好开心，因为佢好少可以好似今日咁咁长时间用广东话同香港人倾偈。我觉得今日我学咗好多嘢，所以我觉得我嘅广东话真系进步咗。我觉得最重要系同人倾偈啊，因为我冇一个老师啊。见到 Grace 咁努力学广东话，作为香港人。我哋更加要好好欣賞同埋傳承自己嘅母語，唔好放棄啊！我知好好難啊，但係如果你勤力同埋俾啲心機，你一定會成功啊！係啊。記得訂閱果子啦，仲要撳埋個鐘仔添啊！